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安中学的苏杭，来自吉林省吉林市，年龄是13岁了，身高1米62，年级7年级，个人才艺是舞蹈、唱歌、架子鼓、表演、朗诵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段东北话配音。我知道你听不懂我说啥呢，但是你把净水器给我放那嘎的。要不然我就嗷嗷放电，我秃噜死你！哎妈呀，你竟然听懂了，我老孤单了。听着，你可以跟人类唠明白，我可以跟宝可梦唠明白。如果你想到你爹，我就是你最好的大明白。哈利还没死，整利索了。哎呦，活动活动胳膊腿，我要吐嗨起来，皮卡皮卡。别担心，都是假的。哎妈呀，都是真的，快撩啊！哎，我感觉他吓趴窝了。啊，不是我吓趴窝了，我想知道跟我套近乎小伙。哎呦，舒服！哎呦呦呦，舒服舒服舒服。嘿，蒂姆，能教我狗刨不？接下来给大家朗诵一首诗：苏武先还汉。杭流入断山，嘉绵后续袍，犹兼忆江山。这是一首藏头诗，大家发现了吗？连起来读是苏杭加油，希望你们多多给我投票，谢谢。从小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站在闪耀的舞台上，就因为这个梦想，我离开了家，离开了父母，来到了易安。之前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什么做的都不好，就是来到这，我渐渐地找回了自信心。我每一次你们投票对我来说都很宝贵，这样你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我，我会非常非常努力做更好的自己。谢谢大家。